现在要去很特别的一个卖场，叫吉祥道。昨天朋友还跟我讲，有个新卖场在信义区。我想说，怎么可能？信义区已经这么饱和了，怎么还有个新卖场？结果还真的有，在吉祥道。看起来像是蛮日本的感觉，而且这么快就盖好，离我家超近的，居然不知道。Hello, wow, it's quite beautiful. It's a new mall in Taipei. Wow, it's a gorgeous place. 好美哦！好漂亮哦！哎呀 ，Miss 华华，吉祥道，有人在排队。这是什么店啊？万秀洗衣店、大集团红气球、Coffee Lock。All the new brands I never heard， 所有都是我新听过的。进去了 ，I can't wait to get inside。好酷哦，我要进去了，好好玩哦。这是卖什么的？是卖一些生活用品的一些店，好漂亮哦。国语茶室 ，It's like a tea shop。果冻呢？可以呀。抢先体验仙草。什么？黄豆面。上面的呢？太酷了。哇，居然有这么新的一个卖场，太令我兴奋了！哇哦，台北还有这种地方，好漂亮啊！这么快就盖起来了一个这么美的地方 ，Yeah, so I'm traveling。Wow，Hi， 好像我在泰国。See the beautiful decorations. The Taiwan mall is usually not so crazy. And you see the good show. Hi. Twin man. This is what you eat. 猪排。用餐限时50。小一间，纯美。哇哦，好可爱哦！感谢我弟告诉我这个地方。这太特别的地方，好像我出国了，好像我出国了。台北都没有用一样东西。这很酷哎，这是谁设计的？而且你看到这个地上，好美。我刚看到 IG 有人推荐，我想说，怎么会？我要上去看看。那个空间，空间真的很重要。Wow, these places will make you excited. 还有什么红气球？这是一个书店，好像是台屏东来的书。进去，好，这样
气球，是那贴纸，这是在卖的。La Balloon Rouge。日本的书，哦，今天空间感很美。哦，这边采光超美的 ，I like the light here。之前有看过，真的很酷。好漂亮啊！啊！还有一些还没有完全开幕的地方。这些卖家具，这些样品都是。这些样品，哦，这边还有卖在家具。采光好美，哇哦，这个设计。Oh, if I have a room like this, I won't go out every day because it's so beautiful. Less is more. 好漂亮哦，好会设计。这个光源，你看，从下角的光源 ，all the light coming through from under.我喜欢这里哦，感谢我啊！这到底在卖什么的？真的好多特别的。感觉会摔死啊，小心！刚刚那里有卖那个标本的那个人，早就看了。上面可以出去吗？它的空间、它的光、它的采光 ，All the light here, so beautiful.这个空间真的很厉害，虽然没有很大，可是它整个采光很漂亮。本日公休，这边还有卖中式餐点，可惜今天没有开门，扫码点餐。好漂亮，建设公司，我去搜。住六的日常，这好像是一个日本的一间店。The Life of a Hamster， 哦，这是卖仓鼠，仓鼠的店。可爱，仓鼠可爱。
Minister。叫神吃的六神花糕，嗯，这个真神奇，对，那印度的，就传统糕饼店，印度派，蛋黄酥 The pumpkin style、夹子，这里啊，好像出国。这边有一些这个成品柚子，还有精油。不是啊，相关。I come here at night time again. I want to have a look. Wow, I really love the pumping area. 这个晚上的地方真的很漂亮。我们特别，我们又来看一次晚上。Apples， 我要进去看。要吃饭真的。Come at night time is different vibe here。晚上来整个气氛又不一样。白天来比较漂亮啊。哇 ，so shiny。Go upstairs, have a look. 晚上来感觉气氛又不太。接那个安娜。达永健士 ，Actually, this place is run by the 达永。You go inside the room.你还进去？你有在里面看人？竟然有一间没有厕所。哇、wow, ！I like the light。有啊。哇哦。
会使用这种 They know how to really use the lighting. The lighting here is so special. And also the hangers. I wish I have this kind of a hanger at home. 我真需要我房间有这种不用用什么衣柜把它盖起来，就是开放式的。I like this kind of style. Okay. 桃红张张老师有条鱼，可是很舒服。对啊，This is万秀洗涤实验室，这是一个 coffee 耶 coffee， 这是一间超咖啡厅耶。Wow, this morning we didn't find this place. 晚早上没有看到这个区域。它这边有卖咖啡耶。Coffee law。太甜了，好香啊！真的是十一遍哎！One show， 特别哦！现在真的是刚开始。
这袋子有在卖吗？有，我们现在打九折是360，然后买的话我还会送一次带洗带烘，就是你可以拿装衣服来这边，我帮你洗跟烘，还有折起来。哇！对，欢迎。可爱啊！汪手汪手，每十分钟烘六次。我在庙旁边哦，是不是？下次他开始。